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吉天。上个礼拜我拍了三支马里奥赛车巡回赛的影片，不知道你们都玩的怎么样了呢？其实蛮多人都觉得马里奥赛车巡回赛这个游戏很难触控，很难操作。有人习惯用食指，有人习惯用大拇指。那最近有观众在影片下面留言问说，能不能看我拍我如何操作的？所以我今天就把相机架起来给你们看一下我是怎么操作的。那我们选比较经典的地图好了，我们选耀西赛道。好，这样子拍你们就可以看到我是怎么触控的啦。今天跑的这个顺向的耀西赛道，它的这个转弯蛮丰富的，来拍这个刚好。哎、欸，多比，多比，你来帮我加油是不是？还是你来宣传芯片啊？猫咪才艺大赛，喵喵时间。我的起步跟甩尾都是用大拇指哦，有的人习惯用食指，有人习惯用大拇指哦。开场就有一个连续弯啊，所以要提早入弯了。我来抽第一个问号箱，哎呦，炸弹飞飞，我刚好把这个炸掉。刚那个盆栽纸牌，如果你要过去的话，记得要用龟壳打掉。像我这次是用炸的，如果没炸掉的话，撞过去会停下来。好，这边出去要左弯，所以要提早反打。这个 200cc 的车子比较快，所以有些草皮你可以视情况切西瓜。然后你也知道啊，跑第一的时候特别容易被攻击，所以我就放一个道具在后面，等到吃问号箱之前再把它放掉，这样才有 fever 啊。对，哎哎哎，真的假啦？哎，我才刚讲完，这场两个 fever 是不是？哇、哦，这场太幸运啦！哦哦，好好，稳住稳住，第二圈第二圈，哎，这圈有可能破纪录哎！哎，不要慌不要慌，深呼吸。啊，这场可以用道具券了。哦，两个绿龟壳挡了在后面。哎，你看，马上挡掉了。哎，还好我有用道具券啊，不然被那个红龟壳砸到我的GG了。啊，这边太晚转弯了，有点小擦墙。像我的手动甩尾是打开的，所以我是滑出第一下确认方向按住之后，接下来是控制那个甩尾的幅度。哎呦，又挡掉一个红龟壳哎！我、哦、这边出去往右拉，可以掉在马路中间。啊，这个被喷墨汁可以用手擦掉，不过通常没空擦了。哎，我有预感这一次的分数可能会蛮高的哎，因为刚才两次 fever， 然后又挡掉两次攻击，然后两圈都跑第一名。哎，这样应该加成蛮多的吧？哇靠，一万多，10482，多皮，我破一万分了，多皮。这个金币 fever 真的是加成蛮多的，哎，中间有几次道具放后面有刚好挡掉人家的攻击，这应该也是有加成。哎，你看我上次10068，这一次多了400分了，新纪录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运气真好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玩马里奥赛车巡回赛的手势了。那你是用大拇指还是用食指呢？还是你是用小拇指呢？那不管你是用什么，都可以用留言跟我讲一下，分享一下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啦，别忘了打开订阅小铃铛，这样我出新片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哦。那我们之前有出了东京赛道彩蛋的介绍影片，还有这个游戏的新手入门影片，你都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影片说明下面看一下。我是星期天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